在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，勇敢地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，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？还记得你说在身为的城堡。